行李吧，真是挺重啊，1000多。他们俩还想杀我，我这我看了，所以他们不能回去守，啊，自己打压抑嘛，一点辙没有，真没办法。我平时就这感觉，经济什么的一直也没掉太多，不管顺风逆风，我的经济永远最烈也要和对面的一号位持平，这把才不会输，只能差一点。你自己你是吧？对，我自己。感觉你们那把。四个人摁着一个人打，就是好几次你追着瞄他们没瞄死，他一点血他就跑。你知道你自己心跳到160、170吗？最高168，只要你越打抢人头，或者说你跑的时候，你的心跳嚓就上140越来越快。没什么味儿，吃这个能吃点，吃这个能吃点。累吗？累，但是喜欢，热爱科技万。I like to eat.